我们从外边买的玉花使不了多久那扣就松了，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很扔掉很可惜。我这有一个小窍门，能够让它变得越来越紧，重新再利用。这是一根绳，原来就系在它的上面。这根绳呢，先是挽上一个圈，然后再挽上一个圈，这样重叠起来，再把这个玉花捋好，放在中间，靠在它的中央，揪着这个两头使劲的转，越转越紧，越转越紧，在它没有余地的时候再挽上一个扣，这个扣就完成了。